上来，我先吃对线吧，先不会动了，先不会动了。无所畏惧。哇，这是怎么送的呀？是时候，他上菜去试。舞蹈有点抽象了，哇，漏了整整一波兵，他们打野在下路，这种分段他们都不抓上的，哪边下路起来哪边赢，基本上。但上把我们下路都起来了，为什么赢不了啊？我们上把下路那么肥，还是输了。那龙王，我看他前面也玩的挺顺的。连热度吗？峰哥刷了刷礼物啊。面对未来吧。不玩还是抓下，基本上都不抓上的。放眼未来，我等他补这个炮车，想要上去打他。我没想到他不上来补，他上来补的话，他是不要不要打，要不要打一炮的？把队友顶不住了，这版本胡子没那么好打了，我只能说，因为这版本胡子加强的有点烦。还有饼干吗？我看了一眼，他有饼干的话，我这波就不越；他没饼干的话，那我就越了。有饼干这波越不了，没饼干这波能越。有饼干的话，我被他秀。不出眼泪。这把不知道能不能。让我吸一把，被我稳住一下。他这个风其实丢的还不错。哦，对，他带的是征服者，他没带起敌我。我不出眼泪，我最近我都不出眼泪了。
其实我刚才 Q 一闪，我也把他杀了，算了，省个闪现吧。老黑有点急啊，玩的被耗的有点急了，这么着急吗？玩的。星石加巨杀这一把，我这把要出星石加巨杀。还行吧，他还没结束，这个英雄他打团，他又不需要什么装备的。可以整个巨杀，到时候已组装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我基本上把把都出现实。变形完毕。放眼未来。他还有疾跑的哦，巨杀是什么？巨人杀手，那个打肉的青羽，我不出眼泪，这波不用急，直接上去。我去，他单杀了，其实他不单杀的话，那一炮我应该中了吧，破败我觉得没说法。我刚才那一炮他不单杀的话能中吗？就是我炮破败王那一炮可以，能中是吧？那还行，那我这波还是可以，我还以为我打了个虚炮。零杠二开局出眼泪没问题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不累啊，我觉得不累，习惯了，每天就打九个小时。我去，我们这把还真打回来了，我们这把前面大劣势的，这寡妇能不能吸我？先 A， 等他那个位移完再交大炮，但是我炮完，这波别急，把这个线控在这里，等他上来补刀。他上来 Q 兵 Q 过去，我他妈那是恶心啊！他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要砸他一套，这不有星石无伤换血，等下个星石给他越了，跟他说再见，铁子们。就是这么简单，那破败王也死了。他这波真得死，星石虫的力量没办法了，我躲在冰堆那里，他晕不到我。是不是早点出星石的好处啊，铁子们？我跟你们说，推荐你们出星石没有问题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幽梦能打出这种效果吗？打不出来的。自信的话就征服者吧，想稳一点的话就相位偷钱。正在充电。OK， 这波 TP 将会是一波绝杀。我去，他怎么死了？
这吸血鬼这波没撑住啊，但我觉得这波妖后他们游戏已经结束了。大炮已组装，变形完毕。我不出眼泪，基本上不出眼泪，来月塔寡妇。我们这把下路很劣势。用炮形态吃这下塔的伤害，用水形态吃这下塔的伤害，抽错了。无所畏惧，冲击波。水形态触发星矢那个盾的后裔，完了。这英雄不要越，下次不要越，这种风险太大了。我是觉得我这波要出事，风险真的太大了，这种越塔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这把我们中下都是劣势，我们上也是优势，看我们上也能不能力挽狂澜。主页吗？现在就是直播啊，主页就直播。我这把要跟着这寡妇的节奏，把那个风改路，下一剑出夜之风刃，然后再整了个大青鱼。把高人带头前，等寡妇上去，不用急了，这波等寡妇杀他。寡妇上去，那拉完不出来，怎么玩的这么稳呢？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那我就控波线吧，反正这波寡妇要去下，我就等个 TP， 到时候帮队友。变形完毕。是吧，不会跟我上把的剧情一样吧，我现在等我 TP 才能帮队友。会不会王的下路到了，吸血鬼这波能收起来吗？ TP 好慢啊，中路得吃一波线。来，打不死，只被寡妇的魅惑到。变形完毕，速度骤升，绝对不要回头。他在场面回家，他在这里回家，在这里回家。吸血鬼那波走一下，在这里。这个头像给寡妇，给寡妇让一下，我们现在只能搞他们上路，然后上路就突破口。这波我要看一波下路，那个谁是没大的，那个狐狸是没大的，无所畏惧。还行啊，吸血鬼去杀他们 AD， 这样子我们节奏又玩回来了。必须吸起来，峰哥。这样他走了，我先穿不上。我怕他杀大树，这波其实这个闪现有点亏。因为他那个时候那个装备，我觉得他真能把这大树杀了。
这波等寡妇吧，这波不走那么快。应该刷到，抓到了，抓到。我就不信他这波有队友。给女警，给女警。啊，我是想让给队友的。我这个时候拿太多头，这把我死一次很伤啊，这把你队友起了。 随便打这波，去拿龙吧，去拿龙吧，我这波可以光打。放眼未来，该逃跑喽。 蓝 buff 减一下吧，哪个区的？黑色玫瑰的，峰哥，黑色玫瑰。我去，这是远远吗？他怎么给吴道打了一套？打一区的吗？我去，不是吧？我这打黑色的。 我以为是打黑色的，这是一区吗？啊，我以为是黑色玫瑰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我上错区了，吓我一跳。无所畏惧。 艾欧尼亚，没上错区，没上错区，我刚开始真的以为是黑色的。我说怪不得黑色玫瑰1000分还没到王者，上个赛季1000分好像一区好像就只能上个宗师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我还真要跳一下吗？ 完了，输错装备了，输个破盾吧。破盾也要在大清雨了，其实我是清雨。刚才看到我吕布敢上去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哇，这有点强行了，我们队友都不在。上。 哇！我给魅惑到了，我想跳上去就是锤一波，然后再走。这波白给，后背马上把我斩杀了。吸血鬼有闪现吗？完了，这个闪现没交出来，这波很伤啊！我有点觉得这个大树它有点问题啊！我感觉这两波都是白死的，但是我这波也不该送。 我们这波队友都不在旁边的，他就死了，这波又死了，看到没有，两波了都是。哎，这波包一波。我去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包上来啊？
我以为你们包上来了。主要是我输错装备了，后面那一件。那个狐狸我没泡中他，我是想泡狐狸的，没泡中而已。我打得稳一点吧，这两波都送了，先不吹牛了，接着打。上把也是被翻的，基本上。我刚才是以为他们能包，我就直接上去先杀一个。我看这么多残血，绝对不要回头。这个龙要没了。你是可以团一波，能开龙吗？能开龙吗？要不试一下？开龙逼他们过来，他们老黑在带的，开他们，开他们，大树开啊！我去，是大树，开啊，大树，远远远远，真的必是远远。我看到了，他故意带节奏，然后送了那波，他就是远远，已经是这波已经明显了，他带两波节奏送了两波，他就是远远啊，他是远远。那肯定是有，这波不可能不开的，我去，这波白银来都等上吧，看到这么多残血，面对未来吧。我去，这波开起来，我们开大龙了呀！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变形完毕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AD 不是演员，这大树绝对是。AD 我觉得是菜，这大树是真是远，完了，我这波送了一波，他那波带节奏，哎，算了我的，这波打不过了，我死了打不过了的，死一波节奏直接乱完了。下路没用，这把只能靠我跟寡妇吸的，我死了游戏就没了。这老黑这都能赢，能大龙吗？能大龙吗？这波如果能大龙的话，我们能拖。那老黑要带，让他带吧。我们这波要打龙，打龙能拖一下。
我把布都卖了，看一下那个钱够不够，差100块，我要买这个装备，给我点钱吧，给我点钱。 OK， 够了，还一波，我打不了，是为什么？小龙要杀了，无所畏惧。中路冰箱处理一下，先处理中路冰箱再过去。他们那边小心。 也被开起来，马兰这边被抓到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这波被抓到就没。完毕。 哇，他这都敢出来狙一枪。AD 还是辅助。他们说 AD 是演员，我觉得是大树是演员啊。 你那波不上了，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铲锤时间，看吸血鬼发挥吧，拖到这个时候吸血鬼，应该能上去吧。 看到这个哦，这波我的，我有闪现，没躲掉这个辅助的大。哎呦，这波确实是我的，还行，回家手。 算了吧，让他们走啊！其实让他们走就好了，也不过也还好，下波还能撑到我那个村哥。 我水晶鞋的话，我就没 CD 了，出不了水晶鞋。不要开 AD， 我觉得就打前排吧，等那吸血鬼打前排就行。一步错，步步接触。等 AD， 等 AD， 等。哇，我死了！
还不过，这破败王如果能杀掉，还有点机会。哎呦，还不过了，寡妇这波不该死的。 只能说。